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can watch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To access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and transcripts in different versions, such a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draw our content with flashcards, including our HSK sentences, survival Chinese sent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onsider becoming a lifetime member with just a one-time donation.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在上期节目中呢、Jane 跟我们分享了她与她的英国老公的爱情故事，也提到了他们、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宝宝。那今天我们就再次请到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中国怀孕生子的经历。下面我们就请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你们家宝宝现在有多大了？我家宝宝现在差不多一岁了。嗯，我上次看到他了，感觉他走路很快耶。是，很多人都说啊、哦，你怎么十一个月他走得那么好？他各方面发展好像都比较提前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你给他吃了什么特别的营养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家先生他比较注重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吧，很多家长可能会更保护孩子一点，不让他那么早的去走路啊。他们说，宝宝小的时候，各种机能都还没发展好，或者是骨头都还没硬，就让宝宝去走就不太好。但是他的观念是，只要宝宝他想着去做，那就让他去做。我们更多给宝宝的自由，他想走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他走，然后他自然而然就学会了。你这个宝宝是计划中的吗？我们这个宝宝是计划中的意外，我们也打算是去年和今年这样有宝宝，然后宝宝就稍微提前一点来了，所以一切都是很美好的。那当你发现自己怀孕了啊，你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措施？我当时就感觉到比较困，每天就想睡觉，然后饮食呢可能就会吃得好一点，具体其他的也没有多大不同，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按照自己的饮食习惯来。人家说怀孕的女人会想要吃酸的东西，你有吗？没有哎。没有特别想吃什么吗？可能有特别想吃的东西，但是没有说特别想吃酸。在中国有酸儿辣女这一说法。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吗？人家说如果你是偏向吃酸的，那你的宝宝的性别可能就是儿子。如果你喜欢吃辣的，那你宝宝的性别就是女儿。那你当时真的没有特别想吃酸的吗？这倒没有。所以我更坚信那是比较迷信的说法。我知道在中国孕妇是一般会被家人保护的比较好的，就比如说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呀，那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在中国孕妇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或者是有哪些禁忌？在中国我们都有说前三个月你是不能说出来的，因为你的宝宝还没成型就很容易引起流产，所以如果你告诉你亲戚朋友你怀孕了，万一宝宝没有保住，那别人问着你就会比较尴尬，而且会很伤心。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国有胎神这一说法，如果你说了就会对宝宝不太好，会触犯胎神。就是你告诉别人胎神会生气。对对对。那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或者是特别需要吃的东西？不喝咖啡，不喝茶，因为有咖啡因对宝宝也不好嘛。然后还有一个迷信传说是不吃比较奇怪的东西，比如说蛇啊青蛙那些，
民间比较迷信的传说就是你吃了之后宝宝生出来可能也会有畸形之类的。哦，那应该吃什么才对宝宝好呢？他们老一辈的说就是多喝鸡汤，吃猪脚，比较有营养的东西，然后宝宝能吸收的更好一些。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说孕妇吃了会对宝宝好的，然后让宝宝长得可爱聪明漂亮的？我有朋友就是在生老大的时候吃了燕窝，他说吃了燕窝之后宝宝生出来就会皮肤雪白雪白的。有吗？还好，因为他是个男孩，所以也看不出啥。然后我妈妈又跟我说多吃点芝麻，这样宝宝出生之后头发就会比较黑。吃了吗？没有。但是宝宝头发还依然很黑。对吧？可能是基因的问题吧。就除了刚刚你说这些不能吃的东西，还有以及要吃的东西，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就是不能搬重物啊，或者是拿尖锐的东西，因为搬重物像老一辈说就会引起宝宝流掉，因为你用药用的过力了嘛。然后用尖锐的东西主要是迷信的传说了。你用了尖锐的东西生出来宝宝可能会有兔唇。哦，对对对，我听我妈说过，孕妇不能在墙上钉钉子，这样子生出来的宝宝也会有兔唇。然后她还跟我讲，当时的我一个朋友，跟我一样大的，她就是有兔唇，然后我妈说，就是因为她妈妈在怀孕的时候钉了钉子，还是说看到别人钉钉子也会这样子的。就是家里人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孕妇看到了也会对宝宝有影响，这个好神奇哦。其实在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的，宝宝有什么问题的话。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刚刚说的注意的事项是 Jacob 发现跟西方存在很大差异的？当我们去做产检呢，然后我们是一起去的医院，但是进产检室或者是 B 超室去检查的时候他是不能进的。在他的国家他们是爸爸全程陪同，然后爸爸也是能看得到宝宝在子宫里活动。但是在国内是不能进的，就是男士禁止入内。为什么呢？因为在医院里面那个房间里有时候会有其他的孕妇还没做完，然后你进去就会不太好看到对方的隐私。对对对吗？这个问题应该也很好解决吧，就是让他们出来嘛，出来完了之后然后你们进去把那个帘子一拉不就好了吗？可能还有一个是也不想让爸爸能看到宝宝的性别之类的，因为作为妈妈我们躺在那儿医生帮你做检查的时候做 B 超我是其实看不到太多东西的。哦，你看不到宝宝的吗？我看不到太多，我因为我是躺在那儿，然后屏幕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只能是从侧面瞟几眼。啊，不知道我看的是外国的电影还是中国的电影。我有看过那种孕妇她进入 B 超室里面，然后护士会跟她讲，哦，你看这个是宝宝的脚哦，这个是宝宝的头发哟。不会这样子吗？我倒希望是这样，不给的。可能是因为我在小地方的原因，因为我在我们这县城做是看不到。那他检查是就是检查宝宝的健康是吧？不是为了让妈妈看到他。是的，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国家有个政策，担心查出来你是女儿，然后就有人会打掉是吧？对对对，刚刚我说那些就是 Jacob 他不能理解的嘛。因为在国外他们都会有家庭医生或者是护士会上门去帮你做检查。然后告诉你注意事项，就比如说在生产之前可能你的乳房就会有一点分泌乳汁，这是正常的现象。然后也会告诉你宝宝到哪一个阶段他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妈妈会有什么反应。也会告诉你生产的这个过程什么样的，然后也会教你怎么样去哺乳。就类似于这一系列的给你上个课。对，类似于上课，这是跟在国内是有点不一样的。你这个是到了几个月才生产的？38周39周其实是足月了的。
快到预产期了、大概是几天之前就开始有痛感。那天晚上是挺晚的，然后我就感觉到有点痛，肚子痛，但是又不是宫缩的那种痛，因为它隔了有四五分钟那么久，我们就去医院。我们家离医院也很近，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的车程就到了。我们到医院之后，那个护士就跟我检查说，哦，你这个宫缩频繁了，应该该住院了。然后他就帮我们办了入院手续。对。然后我跟我先生解释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不像是宫缩的反应。他怎么知道？他也在网上查，因为在英国有个 NHS， 就是他们一个网站，他会告诉你啊，该是什么样的反应。他也去学习，对自己学习，他就觉得这不太像是宫缩，因为我的痛感又不是特别的频繁，所以我们想着离这那么近，我们就后来又办了出院手续，就没有继续住院。如果当时我们在那儿住的话，还得住30天呢。但是你不担心吗？万一真的就是回家了，突然要生了怎么办？首先第一个我是头胎，不会生的那么快的。然后还有我家离医院也就10到10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不是特别担心。我们当时就回家了。3、4天之后，凌晨4、5点的时候，我的羊水就是破了。然后破了之后，我们就赶紧去医院。但是因为我没有宫缩，所以医生到白天八九点给我检查完各种事项之后，然后就给我打催产针，跟我说打催产针，打了之后到下午2点多我才开始有阵痛，有那个宫缩的反应，一直到下午6点6、7点这样，我才是痛得特别厉害，蜷缩在那个病床上。然后护士告诉我说，我的阴道口才打开2指。已经痛得不行。然后就是这么大吗？是的。那要多久才能开足10指？6点是开2指嘛，然后一直到凌晨2点多的时候，我才是开完10指。7个小时，痛了7个小时。对。但6点多钟的时候我已经打了无痛，就止痛的吗？对，止痛的，就是无痛分娩的一种，从我脊椎那儿打麻药进去。打进去的时候会痛吗？其实那个痛还抵不上你阵痛宫缩的痛，所以快打吧。当时就是快打吧。你也是第一次吗？那你在快要生的时候会不会紧张担心？我觉得痛感已经代替的所有的那些担心，就是好痛啊，就是满脑子就是痛，就想着赶紧的过去是吧？对对 对。那在痛之前呢，就是在羊水破之前，临产前几天的时候，会不会开始觉得害怕了？会有害怕的，因为毕竟第一次也没经历过。那当时 Jacob 有没有安慰你？他有跟我说，他说他会一直陪着我嘛。而且当时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也有特别的问医生，他能不能进去陪产。然后医生就是有用不同的原因来拒绝我们。一个说是疫情期间是不能进去的，对产妇对宝宝也不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护士说，其实之前爸爸可以选择进去陪产，但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爸爸进去了，最后还得要分护士医生分神去照顾爸爸，因为爸爸晕血。对，因为进去了。那他不知道他晕血吗？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就进去，谁知道推出来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宝宝。好搞笑。所以护士医生也不想有过多额外的其他的负担。对，就想如果宝妈有什么任何情况就全力以赴的救宝妈嘛。对，她的情况是最危险的。而且就算她不晕血，她如果在里面担心，然后她的情绪也可能会影响产妇的情绪，然后进而影响到这些工作人员的情绪。对，还有一个是比较迷信的说法是男生一般是不进产房的，对他们来说产房可能就是
比较血腥或者污秽的地方。所以在古代你看皇帝爸爸都是在门外等着。我们小地方呢可以看得很明显，护士医生全都是女的啊，除了那个麻醉师，他是我的那个麻醉师是个男生。嗯，然后其实在很多大医院接生的医生呢也是一个男的。嗯，但是我觉得一般产妇都会介意吧，如果是男医生接生的话。对，有些孕妇她是会介意说可不可以要个男女的医生。对对对。哦，但也有人说已经痛到没有办法思考了，对对对，只要赶紧让我生出来就好了，是的，谁来都可以。是的。还有一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是顺转剖的嘛，刚开始我其实试纸已经开了，就经历过试纸的痛，然后我试着生产，但是没有没出来，没有出来，对，没有生出来。生了多久？我其实试了，也就是一个多小时这样。其实是因为我，羊水破得早，然后有感染，医生您监测到，我有发烧的迹象，然后宝宝在胎内活动少了，然后心跳也在加快，所以说可以让我再试一下，实在不行那就转为剖腹产吧。因为当时是我一个人在产房里，医生这样跟我说，我其实当时也有点慌的。而且就算 Jacob 在那里，你还得翻译一遍。是的，当时我决定了，我说我剖腹产，我就签字，然后医生拿着，因为需要病人家属签字嘛，医生就拿着那个单子出去跟他说，因为我之前跟他打了预防针，说如果医生出来跟你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听不懂，那你就签字就好了。然后医生拿出去跟他说明情况，他就 OK 然后就签。他也没听懂是吧？他大概能听懂，就是说可能是我发生什么情况吧，他大概猜也能猜得出个一点点。然后医生后来跟我说，他说哇你先生感觉好淡定啊，我跟他说他就 OK 然后马上签字了。是因为他没听懂。其实他也在很担心我，然后我当时是从待产房然后进了手术室，他看了我一眼，他说我可不可以进来陪你，然后我说不行，我现在得去手术室了。然后我进手术室之后宝宝出来了，医生就把宝宝抱出去给他，因为他没听明白护士在说啥，他以为是个女孩子，所以那前面那几个小时他抱着他就以为是个女孩。对，直到我做完手术之后回到病房，然后我醒来，我就跟他说，我们宝宝就聊起来，然后他才知道啊，原来是个男孩子。他们看了吗？没看，就是因为他都包好了嘛，所以而且他还在担心我在手术室还没出来，所以他在担心，而且宝宝当时可能是有一点羊水呛着，然后哭不出声来，他就抱去护士那儿，然后护士就直接踢一下他的小脚，然后哭一下就好了。其实你们家宝宝也长得比较像女孩子，啊、对对对，就是、秀气的感觉。是、很多人都这样说。生完孩子多久才能回去呢？我们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待了七天。这七天都是我先生在那儿照顾宝宝照顾我的。然后我妈妈就偶尔帮送饭。那个时候就开始喂母乳了吗？对，刚开始生出来的时候应该是第二天第三天，我想着想喂母乳，但是那个母乳不是宝宝想喝它就有了。因为我是剖腹产的。而不是自然的生产出来，你乳汁分泌就会更自然。我是人为干预的，所以得需要一点时间，我身体才知道，哦，你的宝宝出来了，然后它才会分泌。而且宝宝出生的前几个小时是最重要的。如果当时宝宝吸吮我的乳头的话，我分泌的会更快。当时没有。但是没有，因为我是剖腹产，然后医生就是给抱着宝宝给我亲一口，然后就抱出去了。哎，宝宝天生就知道怎么喝奶吗？这是本能，宝宝本能会的。宝宝出生之后，你放宝宝在你妈妈的胸口，然后宝宝自己会找到乳头的地方。哇，好神奇哦！对，这个因为这是本能。
我还听说有的妈妈她那个奶水不出来，然后是需要有人去按摩催乳，催乳对你有吗？听说很痛，非常痛，因为宝宝出生以后那一个星期有些人会有生理性胀奶，还有时候乳腺没通啊，就会堵在那儿，然后宝妈就会特别的难受，就像石头一样。我去了医院几次，然后让护士帮我通乳，然后特别疼。喂母乳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遇到困难，就喂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喂饱了，但是宝宝每隔半个小时都要起来，白天都还好，但是到晚上大人也得睡觉啊，宝宝也得睡，不然好崩溃啊。对，特别崩溃。然后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就Jacob 就问了他的妈妈和他的妹妹，就是让他们给一些建议。因为他的妹妹刚好是在哺乳期，他家小孩八个月大，然后他就视频给我看该怎么样去喂养。哦，然后一对一的，对对，一对一的教程。然后我喂养我家宝宝，然后他妹妹在看着，然后就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做。视频之后就好很多了，就宝宝可能也大了一点，然后他的吸吮能力也更好一点，所以就没有再出现那种情况。我是有听过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不希望用母乳来喂养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担心乳房会下垂呀，如果乳房小的会担心奶水不够。对，有些宝妈他们不想喂那么久，可能是出月子之后，就第一个月之后他们就想着断母乳了。不过大部分的宝妈基本上都会喂到六个月大。但是有些宝妈得上班没办法，你还得挤奶，是特别麻烦。你不担心吗？胸下垂吗？我觉得宝宝的抵抗力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你是大概住了多久才出院的？我在医院待了七天然后就出院了。也挺快的。对，有些人说还是挺慢的。Jacob 说在他们国家是顺产的话其实当天你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剖腹产可能就待个两三天然后就可以回去了，不会像我们这边待那么久。哦，这样子吗？不过也是啊，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生十几个孩子，就是在生的前一天还在田里干活，生完了马上又去干活了。 是对，而且我们在回家的时候还发现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回家之后我们马上先别进房间，拜一下传工传婆，因为当时在医院他没跟我说，但是我也是一脸懵的状态。你不知道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说 OK， 我们就在客厅等一下，然后他就在我们的床那儿烧点香，然后跟传工传婆说保佑一下宝宝健康长大，在晚上不要哭闹得太厉害。这个传工传婆是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就是他们是传的神。好像我们中国什么都有一个神，就是有灶神管厨房的，然后雷公电母管下雨的。就是你可以拜不同的神仙。我想问一下，当时你妈在拜传工传婆的时候 Jacob 什么反应？无奈，只能说是无奈。他觉得你不能理解是吧？对，他是不能理解。但是很快他做完然后就抱宝宝进房间里面睡。宝宝有更乖吗？我觉得宝宝挺乖的，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有作用啊。我有听过新生儿的妈妈如果母乳不够的话是可以吃一些营养品来帮助下奶的，你当时有吃吗？我妈妈帮我养了20多只鸡。就是想喂，在我坐月子的时候然后让我吃，我基本上那个月都是每两天吃一只鸡，每两天吃一只鸡。有帮助吗？我自己认为你的母乳其实跟你喝吃什么也没多大关系，你该有就有。宝宝出生然后接回家的时候这前几个月
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现在基本上都是母乳嘛，其实很多宝妈都是喂到六个月这样，然后就开始混合喂养，也就是说母乳和奶粉一起喂宝宝，然后六个月之后就慢慢添加辅食。也有不同的人说你添加辅食说明宝宝就开始吃肉了。我们这边呢是六个月的时候，那个老一辈的人就会去抓麻雀鸟，然后煮那个汤给宝宝喝，他们就寓意说宝宝会说话说的比较早一些。还有是在宝宝六个月之后，添加辅食，我认为这是不同的一点，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我妈妈就是想喂他什么米糊啊，我说那米糊其实没什么营养。因为我记得我弟弟小时候，我还帮我弟弟这样磨过米，那米泡了之后你用那个小的器皿，然后帮他磨成浆，然后再煮米糊给他吃。但是我还记得加了糖，我妈妈就是非常惊讶，说我们怎么不喂我们的宝宝盐或者是糖。我跟他说这个宝宝一岁之前其实他的肾脏还没有发育完全，他是不能吸收或者是代谢那个盐分的，就不能吃太多的盐的东西。然后他是不能理解，然后 Jacob 突然来一句，那你们小时候吃的啥？然后我妈妈说也是给我们糖给盐的。那是这个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觉得是少吃一点会好。其实给盐只是给它更多的味道。我之前都是煮很清淡的东西，水煮，然后不放盐，不放其他的，它都不怎么吃。然后现在加了点盐，它就开始吃的香一点。哦，我听说如果在宝宝很小的时候把它的睫毛剪掉，它会长得更长。哦，对，我也听说过这个。还有剃眉毛的也是。还有剃头发，就是他们说的胎毛，有些人会在宝宝100天的时候帮他剃掉，他们就认为这样宝宝长出来头发会更好，然后这个眉毛的也是。但是呢，我有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奶奶帮他的孙子剃了眉毛，然后后来眉毛就没长出来，可能是伤了毛根还是怎么样。但是睫毛你觉得会长吗？不知道哎，我听说过这个之后，我记得我应该到了蛮大的时候，可能十几岁，我觉得我睫毛好短，我还剪过。试过吗？我试过。然后长出来吗？没有，没有长得更长，反正还是一样的。我觉得它基因可能就那样，就长在那儿了。好吧。每次我带着宝宝，当时宝宝还小，然后带他回老家，亲戚朋友说啊，头发怎么那么长的，不给他剃，要给他剃胎毛了。但是我说爸爸不给剃，因为他们那边是没有剃胎毛这一说法。就为什么一定要剃胎毛？他说剃了之后长出来头发会更好。哦，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但他已经够好了，再剃就太多头发了。万一真的长得很多的话啊。那在带宝宝的过程中，有没有Jacob 跟你或者是你妈妈的这个观念有不同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因为毕竟我妈妈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嘛，然后她所接收到的就是从老一辈传下来的。然后Jacob 呢，他接收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对。其中一个就是宝宝在一个月的时候，我家先生他就会更多的竖起来抱着宝宝嘛，这样抱着然后安抚他，但是也不会是长时间去抱，可能十几二十分钟这样。但是对很多中国人特别是老一辈，他们都说怎么那么小就抱着宝宝起来，因为宝宝的脊椎还没有形成好，就是软软的，就万一以后他脊椎弯了呢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会说抱得太早了。那怎么办？不抱吗？横着抱，就是这样横着抱。但是宝宝其实他当时已经有一点想起来，就是看其他的东西，所以他更喜欢竖着抱而不是横着抱。还有就是我朋友他办满月酒的时候，当时我宝宝也就一个多月这样，然后我们也带着宝宝去乡下去参加他们的满月酒。
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去参加满月酒的，然后他的小孩就已经五六个月了。嗯，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怎么不带你家小孩一起来热闹热闹？他说啊，我老婆说今天天气冷了，就不带他出来了。他们就会更多的把宝宝放在家里就保护起来。是这样子吗？就是如果外面冷的话，有风的话，是不能带宝宝出来的吗？他们觉得宝宝容易生病呢。哦，感冒是吧？对。然后我们呢是有什么我们去哪儿就会带着宝宝去哪儿。嗯，增加孩子的社交，虽然说他不跟别人玩，但是他看的东西不一样嘛。嗯，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呢，产妇在生完孩子之后是要坐月子的，这个可能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啊，你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坐月子？在中国坐月子是非常罕见、其实亚洲国家他们都有坐月子、在国外他们是没有的。坐月子呢，就是你待在家里面不出门呢，然后门窗要关，不要让吹风啊。你的老一辈的说，坐月子的时候吹风，它就会引起头痛病。妇女在坐月子的时候，他们还会戴一个帽子啊、头巾啊，就是不要让这个地方受凉。哦，我们那里，坐月子的人会带一条红色的那个布绑着。哦。在我们这边就是你戴帽子也好或者是戴头巾也好，就抱着，不要让你的头吹风。不能吹电风扇吗？就是不要对着吹，你可以吹着另外一个方向、哦、让房间稍微通一下风。空调呢？他们可能也是不开空调，但是我没有根据那个，我当时生产是九月份、特别热。其实我们在医院也是一直开空调的。还有我听说坐月子是不能洗头不能洗澡的。对，不洗头也是担心你洗了头然后容易着凉、哦、也会落下月子病，就是头痛啊或者是腰痛啊或者是痛风，各种关节痛，特别是在老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这些现象。但是如果说一个月都不洗头，不是很脏很难受吗？对啊，就是有些宝妈他们不会坚持那么久，可能最多就是一个星期这样。我有看过相关的资料嘛，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什么女人需要坐月子呢？是因为那会儿没有吹风机、也没有很好的卫生条件，如果说你洗头的话，你这头发又干不了，然后那个湿气就是一直在头上面，这样就容易着凉。但是现在有应该就没关系吧。对，科技比较发达一点，也不会像古代。古代的人头发也长。对对。为什么不能洗澡呢？洗澡好像我也听说是古代他们洗澡不是淋浴的，他们是在桶里面洗的、这样可能会更脏，就是还不如不洗了。就怕它有感染是吗？是的。我忽然想到，在古代又没有剖腹产，如果顺产不出来怎么办？在古代的时候难产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你生出来那就好，万事大吉，如果是生不出来难产，那就只能是可能会死。对。哇，还是现在好。你刚刚说到那个月子期间是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不吹风，不吹空调，然后还要关着门窗，吃的方面呢，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忌口就是不吃辣，他们说你吃了辣的，宝宝心里的母乳会上火，就是小婴儿他可能会生口疮啊、那些。你身边的朋友有坐月子的吗？有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坐月子的，他们坐月子期间也是什么都不做，家里面人都帮做完了，然后多带宝宝。像我朋友他生了个双胞胎嘛，我们也是出了月子之后我们才去看他的，然后我看他还是就是感觉全身的包得很好，而且还有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也有看到其他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抱着宝宝，但是是九月份的就很热，然后还是小被子抱着，我跟 Jacob 当时都吓呆了，说那么热还包着，因为他们也怕宝宝受凉，因为宝宝小的时候就头门这里是还没闭合的嘛，
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的头骨头是还没有长全，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让宝宝戴着很那个帽子。那宝宝热怎么办？他又不能说话。是呀，就只能是哭，所以很多宝宝就是哭闹的情况。我也是一个月的时候跟家里面人一起聚会嘛，然后我家姑姑也会跟我说啊，你的孩子怎么不戴帽子呀？因为他是老一辈的人，他年纪比我妈妈还大，而且是在农村，所以就会一直围着我说，哎，你的宝宝要剃胎毛啊，要戴帽子啊，这些。而且我们家宝宝头发特别多，所以天然的帽子。对对对对 ，Jacob 就说啊，他已经有一个头发帽子了，就不需要这些，而且还有穿袜子这一说法啊。我们家亲戚也是跟我们说啊，宝宝得穿袜子呀，就一直念叨戴帽子、穿袜子之类的，然后说怎么那么早就把宝宝竖起来抱了，就各种各样的观念的冲击。对对对对对。生完孩子你是几天之后才出门正常活动？当时我休息好了，也是两个星期之后嘛，然后当时天气又比较凉爽一些，已经秋天了，我先生就说要不我们下楼转一转，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出门了，我妈妈就很惊讶的看着我说，你就出门了，你月子你都没做完你就出门了。因为你也是跟你妈妈住在一起的嘛，那没有让妈妈帮忙一起照顾吗？其实我妈妈也挺想帮照顾的，但是因为我先生是外国人，他们的观念就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我父母的责任，他们可以帮忙，就偶尔帮一下忙，而不是全程责任给他们。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帮忙照顾孩子，特别是父母都需要工作的，对对对对，他们想让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去赚钱养家，然后爷爷奶奶带着孩子。我就像我这一辈的，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他们跟爷爷奶奶特别亲近，就说因为他们带大他们的，所以更亲近一些，比自己的父母。可能小孩会误认为他们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了。对，我觉得会有这个可能。就像我们家的亲戚朋友，他们家的孩子也是，因为现在孩子已经3岁多了，然后每次聚会我都看到那个小孩，就是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是去找奶奶或者是找外婆，而不是去找爸爸妈妈。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接受不了，就是我的孩子有问题了，而不是直接来找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他的爷爷奶奶。我觉得是我的失职。其实偶尔烦躁的时候，哎呀，我就想有个人帮你带着。但是只是那一瞬间的那想法，但其实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能看到宝宝的一点一点的成长，而且是按照我们想他发展的那个方向去教育他。是的。而不是像因为我带我孩子去我们小区里面游乐的地方，然后看到特别多的孩子都是奶奶或者是爷爷带去那边玩，就是很少能看到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去遛弯的。Jacob 也有发现，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带孩子的时候都会大声说话，然后他觉得这样是不太好，因为对他们来说当时说话其实是不礼貌的一种，因为我们这边人说话都是这样的，特别是一些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就会大声的吼孩子，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吼，只是嗓门大一些，但外国人看着的就是感觉在吆喝你的孩子。我在中山住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邻居，爷爷奶奶带一个孙女儿，然后我住在旁边的时候，我经常能听到他对那个小孙女吼，就是你怎么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怎么，就是声音很大的。每次我看到那个小孩都是那种比较呆呆的感觉，可能没那么机灵。对对对对，我知道为什么有些大人会吼孩子，一个是可能他觉得宝宝不听话，然后他就用大声来镇住他，让他不要再做一些他们认为不好的行为。但是可能站在小孩的角度会觉得我爷爷奶奶不爱我了。
我爸爸妈妈不爱我了，他只听到你的声音大，他听不出真正的内容，你在说什么，是，所以根本没有起到这个教育的作用。是，而且我还有听说过，就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外婆或是奶奶，我给忘了，她呢是带着她家的孩子，然后孩子到两岁多的时候，眼神也是很木讷，然后还不会说话，两岁不会说话，对，他们说不行，不能让奶奶这样继续带了，这样继续带孩子都该带傻了，所以不得已，然后父母又把孩子接回来。其实爷爷奶奶那一辈带着孩子很好，是很好，让父母腾出手来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我能深刻体会到，但是呢，爷爷奶奶他们带是以他只要没有发生意外，就是以安全为主的去带孩子，没有更多的教育方面的。对对对，而且宝宝他跟着爸妈长大的，胆子会更大一点，我有发现这一点。对，因为他跟着爸爸妈妈，他的安全感就会特别好。就像我家孩子，他就不认生，所以孩子也会好带一些。我发现啊，其实在中国生了孩子之后呢，一个可能是爷爷奶奶会帮忙带，那如果没有爷爷奶奶帮忙带，一般也是默认妈妈会在家里带孩子的，然后父亲可能就是在外面挣钱，然后回来也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帮忙带孩子。但是我发现你那个 Jacob 会帮挺多的，而且很愿意去研究这方面啊。对，一个是他有很多的兄弟姐妹，所以他本身也有很多经验，还有一个是他们认为孩子也是他的责任之一，而不是说我上班，我在外面赚钱养家，我回家还要带孩子，他就觉得很辛苦，就很多中国男人他会这样认为的，然后可能就抱一下宝宝，就是十分钟宝宝哭了，就会直接给妈妈，他不会说逗一下玩，或者是他是不是拉了，他带的多吗？他带的时间挺多的，哭的时候他也会带吗？也会，就哭的时候他会逗逗他玩，然后逗他开心，因为他知道他什么时间饿，就是他的哭是哪一种，就是他觉得他饿了，他哭的和他无聊了，或者他想要的东西，就哭声也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自己的，他就知道我的孩子是干嘛了，就是哭了，他是饿了拉了，还是无聊了，还是伤心呢？伤心呢？还猜过伤心吗？伤心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想跟着妈妈。你们现在是教他什么语言？主要是英文，因为我先生不想宝宝在这边长大然后只会中文，而且我家先生中文也不太好，倒是没法沟通。对，没法沟通，再加上他的兄弟姐妹都不会说中文，那是不是感觉跟他家里面人都脱节了，就根本无法沟通嘛。如果以后在这边上学的话，他的中文肯定不会差。是，我们这个想法是这样的，英文才是问题。对，他现在会说话了吗？还没有，我看到咿咿呀呀的，想说了是，他可能会说话说的稍微晚一些，因为他现在是多种语言的环境下，他不像其他孩子就是一种语言呢，说话就会稍微快一些。你妈妈有跟他说洋说话吗？说普通话的多，说洋说话可能是我带回老家去，在村里面的人他们会说洋说话。最后啊，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二胎三胎的政策了嘛，之前你也说过你跟 Jacob 都很想要女儿。对，要一个女儿。那你们有考虑再生一胎吗？目前没有考虑，因为我们想把所有的爱都先给第一个孩子，可能四五年之后再考虑想着要第二个，因为宝宝那时候也大了，如果是他大了，他可以照顾一下弟弟妹妹，不会说分父母的爱之类的。好，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中国怀孕期间以及生产孩子还有生产之后的这个经历，还有跟西方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好，那如果说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